兄弟们，我们来了。开场先给大家表演一个叠罗汉，脚下怎么软绵绵的？你眼瞎吗？差点把我送走，还在这装耳聋，谁他娘的背后搞偷袭啊？我真是服死了。别瞎喊了，咱们出不去了。兄弟们，快看，这有大转盘啊，先玩个大转盘刺激一下。是吧，小左轮啊？枪在手，这样才有安全保障啊，让我也来玩一把。是雷神之锤呀、啊！好了，那让我也玩一把吧。真是懂我，来了根棒棒糖，真是个废物啊！我尼玛，是在逗我玩吗？什么情况啊？这不是狂野男孩啊？上来就给下马威吗？兄弟们，等什么呢？我先来试试水，看看这家伙到底几斤几两。不好，兄弟们救我啊！真是，来吃我一锤吧，老弟，你是不服气吗？再来一锤吧。真是太可恶了，竟然把小黄直接抬走了。咱们得赶紧转动武器啊。舒服，来了个地瓜烧。我这个是把机枪啊。小蓝，我们武器丰富了。我这没子弹了，跟你拼了。还想打我吗？喊什么喊，先给你来个地瓜烧吃。你看这家伙根本没脑子啊，真是从来没见过这种人。那就直接抬走傻子啊，妈妈说过不让我跟傻子玩。服了，为什么打的是我啊？拽起我来又怎样，我可不屌你啊。我去你的吧，你掩护，我去转武器。这家伙感觉要发飙啊，这武器还不妥妥的把他抬走啊。我尼玛，养我吗？竟然干掉了小蓝警长，我再转一个武器出来。发财了，是一套弓箭啊，让我上来给他几箭，马上就把他抬走了。Oh!
哇！Thank you.